媳妇儿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啊？啊！我这不是在工作吗？工作，秦云，你天天玩这游戏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？你想过这个家呀？不是，你怎么一回来就跟吃了炸药似的？我吃炸药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可以不用努力工作，就可以跟韩子墨一样？可以照样过得很好是吗？但是你别忘了，人家有个有钱的爹，你呢，整天吊儿郎当的。我们俩好不容易结婚了，眼看着每个月房贷各种开销，只要一发工资了，钱还没用呢，就没了一大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这你都不急，以后万一我们有宝宝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俩日子这要怎么过？我。